加兰玉社死挑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空。自上一期啊，我穿女装去做美甲视频，颇受关注之后，居然粉丝后台私信我说 ，UP 什么时候去做一下脚美甲？我的六，好歹我也是个正经的女装大佬，既然大家想看了，咱们就去了，穿上衣服，穿上衣服，走起！是有什么流程？流程先去视频，然后给你修形，修完形之后，然后把指甲抹一下，然后上肌肉，然后上色，然后就做差不多40分钟。手中指着危险，有人失败，也有人入了院，内心忐忑不安，在他们的三语两言，别听别人说笑话，水深。好啦，总体来说呢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我也是第一次，想到有脚美甲这种东西。这次花了90块钱，还行，做了有1.5小时吧，其实做的还挺久的，没有说他说的那么短时间的。大家下次还想看什么呢？请评论区随时留言哦。我的星空酱，我们下次再见。